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这个单元，各位同学学习完了，有没有感觉很熟悉呢？对，这些单元都是从国中二年级到高中部分，各位同学都已经学过的内容。那么，在未来我们使用微积分的一些技巧的时候，完全都需要具备这些东西。那么，各位同学的话呢，可以往下面来继续学习咯。